大家好，欢迎来到胖饺子的频道。今天呢是一个纯纯的 vlog。今天是8月3号、4号，今天8月5号，星期六。今天呢我们要去一个跳蚤市场，没有化妆，只擦了遮瑕、口红和眉毛。跳蚤市场，我还第一回去。但是我觉得应该算是要像一个农贸市场 去看一看，然后去妈妈那儿，去妈妈那儿洗衣服，然后游泳，我们去玩水耶、一块一块，两块两块，这都啥玩意儿啊？学习用品。You pay for us, later is take it, yeah. 这就不认输。古董。哪国的？一早来这帮子售票还没来，就那零购物的就是5块钱一盒那个洗手液，太多了。哎呦，这还有酱。这还是玻璃瓶的呢。这真可乐假可乐？真可乐吗？我也猜。这还能给你弄假的？哇，还是玻璃瓶啊！天哪，妈，这小衣服这花色，你买一个穿。这太兜了，这衣服。小朋友，这还有推车，小推车。有的是啊。多钱？他们这玩意儿都从哪来的？啊，他们这些都从哪来的？有的是收仓库，有的是哦，仓库。有的商场不干了，货为底，他们就收回来了。妈，有卖花的还？知道了，你看那边花都。我的妈呀，这是真假？大绿玻璃。哇塞！可爱，消防车，哇，那边那些人都在抢衣服呢。对啊，跑嘛。我的天，有的真的是零购物来的，女女人啊，商场里面都是爆啊，呼呼的。哦，哪个商场倒闭了去？看自行车呢。这么多自行车。这个是折叠的。哦，那个地方可以折叠。对，打开折叠，以前我买过一次。啊，浴巾，浴巾都这么卖，我惊呆了。哇，大瓜，花花草草，这不就是那个虎皮君子兰吗？好漂亮。你这裤子当工作裤便宜，你不看看？有的裤子是旧的，反正工作裤嘛。啊，像这样都100来块钱，200-300块钱，老他妈好了，我跟你讲。妈，这我本来想买来着。哎呦，这大西红柿。前面有没有卖西红柿？卖什么？前面有没有卖西红柿？这不就西红柿吗？还有没有？你要买西红柿吗？我觉得这怎么感觉不太好。哎，长得其貌不扬的才好吃呢。但它不红啊，它绿啊，怎么？红是那个不好吃啊，这个黄的很好吗？这个谁说的？来一个这个黄的，这个它就叫丑子面、啊，丑柿子。对，好丑啊！6块钱啊！慢点说。Ugly， 黄的很面，回家你吃。5块，你吃吧，我不爱吃面。这个买一个。啊？那得弄个稍微红点的吧。买个大奔驰。他那要这西红柿。干啥呀？吃啊。这好吗？这能吃吗？哎、这个绿啊。这个、黄的很好吃，一会儿吃，比你那个头还甜、绿的倒是。吃吧。以前我家就种这种，那是你
你要这个？那你要拿一个吧。没事，还有五个。农贸市西瓜，这能好吗？它不绿。哇，好，那。哎呀，这个豆看着也不错。12。白玉米啊，那个是。不要。白玉米。茄子青椒，不要，走，就要西瓜好了。太逗了，西瓜都是标价的，7块、8块、10块、12、13，哇塞，那个更大，那13啊！哦，逛完了，逛到我都要冒虚汗，逛的我感觉我都要中暑了。幸好那个矿泉水、凉水，还有一个桃解救了我，立马恢复了精神。要不我感觉下一秒我要摔倒了。你这一点汗没出，我都不行了，我好像这地方全湿了，都干了。走得那么慢，出什么汗？晒呀，太阳底下。这个叫什么？跳蚤市场 （flea market） 超好，这也不能算超好，可能还有比这更好的。但是我俩没有经验，下次拿着小推车，戴好帽子，擦好防晒，准备好水，准备好什么饮料啊、甜品，防止摔倒。啥都不用准备，准备好钱就行。对，准备好现金。然后准备好鞋，别像我似的穿的那种鞋托，满脚的沙子。新泽西有三个吧，应该不止三个。三个，咱现在刚才给大家看的是一个。这是个小的。这还是个小的，我天，我们应该只逛了，我感觉能有一半儿。下回可以给领大家去看另两个，还有个超大的。逛完了，我们买了大西瓜。我们买了那个桃超好吃，这农场来的桃真的超好。还有它那个叫 cherry plum， 就是樱桃李子，那个小的超甜 ，Oh my god！ 你尝没尝？真的是超好吃那个，它那个还有点凉凉的，哇！我吃爽死我了。去妈家洗衣服，玩水水，要歇会儿呢，一会儿见。开心了，相机都不拿了，都不拍了。现在回家了，回家就不那个啥了。现在6:45，明天是星期天，明天也给大家拍一个 vlog， 然后我们合起来算一个 vlog。今天到这里，我们明天见。有没有松一点的？这最后一个。OK。今天的 vlog 从王大厨给我穿新鞋开始，他买的新鞋配我的小裙子。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噔噔噔噔，化妆了，哇塞，化妆在镜头下就是美美的。今天是8月6号，是我俩结婚13年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出去吃饭。相机和手机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好吧，就那个倒车镜里反的光，整得我脸这么难看。今天是8月6号，然后呢，这个 vlog 呢应该就以今天结束。然后今天上午呢，我们去 Costco 了，然后还买了新鞋，刚才大家也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回来家，然后就收拾化妆，准备吃 dinner。晚餐我们预约的饭店是一家意大利餐馆。
我会把信息打在屏幕上，名字和地址，不知道好不好吃，到时候拍给大家看。今天是8月6号，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13年的结婚纪念日。你看，没有那个光，我遮了这脸就蛮好看的啦，对不对？撸了个小妆，向右转，穿的稍微正式了一点。我天，这有点曝光。那到餐厅再给大家拍。这是 CCTV 大楼，那边是纽约。对面就是。对啊，对面那个就是纽约。曼哈顿。那 of course 曼哈顿。其实坐里面也是可以的哈。哦，他们这个是搞活动的，接活动了。这个是正的。是的，we have a reservation 7:15. Okay, yeah. 靠你前。Yes, welcome. Do you have a seat outside the ocean view? Yes, I have a seat outside. Thank you. Yeah, no problem. 哇，好漂亮！哦，这女的好漂亮。Thank you。那边就是纽约，那边是修啥呢？哪儿土？这个连个牌都没有，幸好是海边，这要是沙滩边，什么刮全沙。啊，对，有道理啊。What kind of water would you prefer? Regular water, bottled water? Regular water， 就是酒的。你要喝什么？这还有点凉。让你多喝点。我要先享受一下风景。人家这么多呢。哇，这是几个钱的餐厅？这是4000的餐厅是吗？啊，就让我看纽约的这个景，我看都看恶心了。这个是酒吧。Yeah。这是菜单。Yeah。就这么点东西啊？怎么了？人家每天都不一样呗。有什么吗？这个餐厅名字。So this one is bigger and a clip. Oh, yeah, the yard and is bigger. This corner is okay for like 2 people. And this one is all of them, but smaller. Yeah, these are what it contains. Okay. So the schooner is half the size of the yacht. Oh, half size. And the yacht is has like a full lobster. Oh. Like whole lobster. Oh. And 10 shrimps and 10. Oh, this is half. This is half. Oh. 那就点这个对吧？ I think the schooner should be okay. Yeah, the yacht is too much. The kitchen actually needs a full order at the same time. Oh, yeah. I understand that. Yeah. 他说点餐必须要全都点完。You want soup? Yes. Okay. That's for you. All right. 那我要什么？ So that's the only steak you have. Yeah, and we also have a pork chop. Pork. 扇贝，那要不扇贝？那你要 Yeah, I want this one. This sea scallop. Scallops for you? Yeah. Which one is for steak?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 Yeah. You would definitely want a red, right? Yes, red. So, I would recommend the auctioneer. Right here. Okay. Or even the Malbec. Okay. Do you like red or do you like white? But with steak.Obviously, red. Yeah. And do you like something very strong? No. I would choose okay. Then you should take the Brunello. With if it was the pork chop, with the pork chop, the auctioneer goes better. But with the steak, because the steak is a little more intense, the Brunello is definitely a better option. Okay. 就这个。要这个 yeah. Okay. Two. Brunello, no, this one here. This one. Multi-channel. Okay. Much. Would you like wine too or?The right one, yeah, the same. Oh, do you want two of them? Yeah, two of them. And you wanted the scallops, right? Yes. 哎，有烤肉了？谁说没有烤肉了？烤肉了，巴莱，这不都有吗 ？Hannigan， 不，这不，这不都有吗？对，这一点巴莱、Hannigan 还烤肉了，没写烤肉了 ，light， but 有烤肉了 is okay。耶，人家是新鲜，是不是？喂。能不能看到？
值24块钱。哇，这么 strong， 上手了。妈，这个还有这个。那是什么？哦，生的。生的三文鱼。这应该是 tuna 肉，这那个是蟹肉。你看它有这么 Q 的小辣酱，好 Q 啊，好 Q。哦，这个是这么吃，这样吃，蟹肉是吗？这是蟹肉吗？是，这是 tuna 鱼。这太热了。嗯，味道挺好的。嗯，这个海蛎子是够小的。先把虾解决了。啊，对，这人。这俩人真是吃，你吃这个吧，我吃这个龙虾。这个柠檬是要挤到这里的。哦，那个蒜酱是蒜啥了？蒜酱，你想蘸蒜酱，你蘸。给你一罐。不要，你吃吧。我这瓣比较大，斯文一点。不要听他，再给你挤一挤。吃海蛎子。照片拍。好了，这个就这么拿着吃呗。你再拿这个炒。嗯？拿这个炒。哦，拿手？凭什么拿那个玩意儿？我就要拿手，一点不本命。这么高档餐厅。嗯。嗯，海蛎子好好啊。就是太小了，这是让我用的吗？我他妈都打不开，我操！那你是没弄好？你确定这是人用的吗？你这不在打的吗？他没有那一块吗？对呀，这人家用很 Q 了，很可爱。这是故意放这儿，回头再拿回去给别人上第二盘、第三盘的。快乐，我可能喝完这个就行了，我不要点别的了。他好像也没别的，也没写那个 margarita 或者啥。他除了这种红酒、白酒、白葡萄就那个啥。下面应该是勾兑的。哦，对对对，还有一面。所有下面勾兑都16，这叫 margarita 吗 ？margarita 喝了吗？有这个 old fashion， old fashion 是洋酒。有 frozen espresso martini， 这里面有那个燕麦奶。还有香草伏特加和那个 espresso 咖啡。Oh my god， 这个别的菜单他会写这个红酒一 glass 是给多少盎司，他这个没有写，人家会写一 glass 16盎司啊、12盎司啊，或者是。这就随今天调酒师的心情。结婚13年，有什么想说的吗？么么哒。么么哒就完了，13年就给我3个字儿，么么哒兔兔，差点溺水，差点死了。哦，昨天是溺水，差点没了。天哪，我差点变成寡妇了，我差点今天就来不了了。这太阳都没落山，你照。太阳落山不就不好看了吗？它好像是8:15太阳落山。我点的是扇贝，王丹厨的是牛肉，咱俩吃了一大顿，吃了个不知道。我去，这啥玩意儿？我去，这东西接不动啊！它因为不是 well done 的是吗？这什么肉啊？它是叫 siren 那个肉 strip。我点的是 espresso martini， 咖啡加 martini。吃这盘肉就是难受，香菇。看吃的多温柔，要叫这扇贝我就一口一个了，我还嘎一半，估计再温柔点就是嘎1/4吃。哇，这个肉真的很垃圾，一点都不嫩。这是我来美国吃的牛排最垃圾的一块牛排。给你尝口这个可好吃了。它这个酱好像带点辣，味道不错，有点墨西哥，是不是？我就觉得怎么有点熟。别喝啤酒啊，吃牛排，来点红的。这红酒的确度数很高，嗯，我真没喝过这么高的度数。哎呀，你这个命啊，没办法享受这么好，只能吃孤光胸肌。咱们都实在人，一年一次纪念日嘛，尝一尝。
这个是不是喝完了我就完蛋了？这个一到嘴第一口就是咖啡的味儿，白的就咖啡的味儿，但后来就是有那种伏特加那种白酒的那个味儿。其实你应该点帕斯塔是面，你应该能吃饱。我看他们那个面这么快，你觉得他在这餐厅能给你多少面？他人家没吃完打包了，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个的。那你下回来这就点比这个打包。打包干嘛呀？不行，人家搁这儿不能光喝酒。不用，咱俩就点个，哎，头台也怪贵的哈。点个头台就要杯这个酒就行了。点个105的头台。啊，或者155的，然后咱俩再点杯酒就行了，然后在家吃饱了再，这个就到饭后甜点。给大家推荐这个酒，超级好 ，Espresso Martini， 怪不得网红小姐姐们都爱喝，真的是很好喝。随便找个店里头，人家就像那个什么小肥羊啊，这个火锅店，人家就才几十块钱。明年15年的时候，找个人均200，哎呀，色差都变了，你看。先按下来，甜点14块钱，我就点这个蛋挞好了。蛋挞它就是一个没有鸡蛋大的一个蛋挞。那 cake 它也就是那一块儿，鹌鹑蛋大一个蛋挞 ，no 鸡梗挨一个，鹌鹑挨一个。不能。然后你最好奇的哪一个？我最好奇的，我就想吃我的蛋挞。不，另外一个你不好奇吗？没有好奇。再就是那个开心果那个，那就点那开心果和那个蛋挞就完事儿。好，你刚才说你那一盘炒多少个芥蓝鸡？重新给大家说一遍。什么一盘？我吃了一顿饭，我就炒两天呀。两天的芥蓝鸡？那你以为？哎呦我天！你以为美国工资真的是高薪工资厉害？那你？做的低薪的职业就是低薪，那么做高薪的职业，你在哪都是高薪。高薪，对，拿钱挣钱永远都比你卖苦力、卖脑力快。是的，所以这就是社会。不会那个啥有公平的，美国更不公平。你别说那么公平，美国更不可能。拿一杯什么？有钱就是有钱。我从那水性好，从那游过去就是纽约。我游不过去，你可拉倒吧！我差点就上了，我可拉倒。这咋挺远的？你看着近，游不过去，游不过去。你就我吧，会游泳，我能游到那个，就是这个不是一个那个岸吗？我能游到那儿，我基本上就死那儿了，我都能累死那儿，我就回不来了。Tart 就是个派。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咖啡？开心果，开心果呢？在里头啊。你这上面也是冰淇淋是吗？你这个混搭一下，因为它有咖啡。它这是奶油。啊，这是奶油，我以为冰淇淋。奶油在底下有块冰淇淋。啊，底下是冰淇淋。对，你慢点啊，这一个球是冰淇淋。啊！完了，给两个面包片儿，蘸着吃。这是面包吗？还是饼干？饼干硬的。啊，饼干。现在超标了，本不应该喝酒的我喝了酒，本不应该吃甜品的我吃了甜品。哎呀，不过了，一年就这一次吧。明天周一努力挣钱，争取再去吃一个人均200。我给大家拍下夜景。慢慢吃，从白天吃到夜晚。那边好亮。哇哦，有点曝光。压车，哇塞，前面这红灯给我脸照的透红。你红酒喝多了？红酒没喝多。Espresso Martini 喝的挺爽。这期 Vlog 就到这里啦，这应该是8月的第一支 Vlog， 也是最后一支 Vlog。一个月一支 Vlog 也很不错了。九月份都不一定能有。喜欢这支视频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加订阅哦！我知道你们最喜欢 Vlog 了，拜拜。为什么要喜欢才点赞订阅？喜欢不喜欢都有订阅。喜欢不喜欢都有订阅。偶尔解解闷也行啊。那看你必须解闷啊，人都喜欢你，逗。拜拜。